怎么样了？我们一直在这儿盯着呢，这电视机还有这洗澡水一直开着，我们他妈什么都听不清。还有别的吗？没了。但我总觉得这不会出什么差错吧？女人洗澡洗时间长了很正常。我怎么觉得有点怪呢？舒服的，把衣服穿上，保留一点神秘感。咱俩逛着，别废话。你不验验货？验什么货呀？有什么可验的？这文娜做事磨磨唧唧的，验个货费这么大劲。他们谨慎一点也是正常的。这要换作是你，突然有人出来跟你做这么大笔生意，你不怀疑啊？除非你李东不想做这笔生意。我还是喜欢你叫我李东，在外面你叫我王鹏，我感觉特别扭。说实话，要不是最近风声紧，广东那边一直在查我，老板要货要得急，我根本就不做这笔生意。那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？这批货不错。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懂吗？我当然想做呀，那要看他们信不信了，还有还要看他们到底还他们想了解我们什么呀。进卧室。